嗨，大家，今天是星期六，我准备和我朋友再去看上周去看的露天电影。今天是两个金凯瑞演的电影，一个是《变相怪杰》，还有一个是《阿呆与阿瓜》。那我现在就要出门啦。我朋友上次带了好多零食，我这次带了昨天从 Trader Joe's 买的爆米花。我们又来买好吃的了，哇，这个好大一袋，耶！嘿嘿嘿，好了，现在我们要出发了。没有什么车的，我们准备挑一个前面一点的位置。我们要的 size 是薯条，许宗云。当当当当。行。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flash your headlights if you guys enjoy Dumb and Dumber. These are the colors to come. These are the colors to come. These are the colors.嗨，大家，今天是星期三，早上开了个组会之后，我就一直在家里磨磨唧唧的。现在我准备去给我朋友拿一下我昨天订的蛋糕，他今天过生日。之后呢，我准备回实验室和实验室的同学一起看拜登的就职演讲，不知道赶不赶得上，现在已经接近12点了，所以我现在就准备出门啦。到这家店了，嗨，今天太阳超级好的，那现在我就回实验室啦。不对，我是要先回了家把蛋糕放下，之后再走去实验室。我现在我朋友家，我们今天晚上点了 sushi， 一点点，不是很饿，然后再看伦敦生活，这是好好吃啊，我们又点了三盒。啦啦啦，蛋糕本人，我刚刚把花放在不同的花瓶里面分装了一下，好好看呀，现在都大开了。今天中午想吃这个上周在 Trader Joe's 买的披萨。我先425度 preheat 上，可能热的有一点点过了，但是。闻上去很香。嗨，大家，今天我跟我朋友计划准备去一个公园里面散散步，之后他还买了 fire ring， 他说他想在公园里面生火，所以我们可能会先去 Home Depot 买木头，之后去公园准备生火。但是今天风有点大，
所以也不确定能不能升起来。反正就是悠闲的周六下午。那我现在就要出门啦。我们来看落日，我们本来不是说要生火的吗？结果没有带火，我朋友没有带火，我现在正在嘲笑他，所以我们就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好了。虽然没有火堆，但我们搭好了吊床。那我们开车准备回家啦。为什么我们路过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好可怕！Hello， 大家，今天晚上我准备做一个从 Trader Joe's 买的，夏舒卡。里面是长这样的，之后要自己打蛋。让我读一读说明书。今天的云好好看哦，下楼洗衣服。记录一下，今天是第一天开学，这灯怎么还在闪？超级难过，开学了一点都不开心，又要上课，还要加 TA 了，好麻烦啊！这学期我有一节课是线下的，两节课都是继续 Zoom 上课，那现在我就要开始干活了。今天买的两杯，嘿嘿，开心。
现在晚上，现在早上2:43，对焦。刚刚从实验室出来，疯了，饿死了。我们现在准备去买点吃的。我们点的这家的 pick out， 24小时开门，叮叮叮。我们拿到吃的啦，回家了。嗨，大家，今天是星期二，是开学的第二天，但是我今天才上这学期的第一节课，而且还是线下的，就是 in person 上，而且是我 PI 教，我觉得好可怕。我现在就要去学校了，拜拜大家，学校里见。现在外面还下着雨吧，我也不知道，就是雨和雪混在一起，所以不开心有点。那现在我就出门去学校啦。昨天下的一丢丢雪。这学期的第一节课，太复杂了，放学买了个冰淇淋，草莓味的，好好看哦。叫了 Night Ride 回家，应该就是这辆。好懒，不想走。好940是我的车，上车啦。嗨，大家，今天我要把我的手机给 trade in， 已经快要2周了，我还没有寄过去，它是要在2周内寄过去的，所以现在我要弄一下。好了好了，我准备出门了，刚刚给实验室的同学点好了星巴克，外送小妹上线。开心。我现在准备开车去邮局，然后再把车放到家里，再走去实验室。先来 UPS， 现在我要走去星巴克拿喝的。嗨，大家，今天实验室任务不是很重，所以我下午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但我朋友今天会在实验室待到挺晚的，所以我准备过去陪他吃个饭，然后过去自习一下。我今天点了 sushi 的 take out， 所以现在我先去拿 sushi， 然后去和他会合。我点的这家 sushi， 我来拿了。Thank you。好了，现在我就要去学校了。不对，我要把车停到家里，然后带走去学校。So you're the fire, you're the flare, you're the song inside my head, and I will take
chased every note. Feels so good when you're in my head. 我们组前段时间，我跟女生回印度待了一个月，之后她给我们带来了点心，整个实验室分的，好好看哦。嗨，大家，现在我来开两个包裹。我之前一直穿的一双小白鞋是飞跃的嘛，已经穿得很脏了，我就想说要不买双新的白色的鞋子。之后我竟然发现这边美国有卖飞跃的，哎，飞跃真的很好穿，虽然不是我的那款，但是我买了两双一模一样的别的款式的飞跃，因为两双可以免邮费。之后卖了一个东西，就我之前有一直在收集硬币，这个五十个 state 的，但我一直收集比较佛系，就是还有很多没有收集到。我最近有个朋友就是知道我在集齐硬币之后，他就帮我一起找硬币，所以我就又重拾了热情。于是呢，我就又买了一版这个 National Park 的，因为这个五十个 state 的话是99年到09年的quarter 背面是五十个 state， 但是10年到2021年就是 National Park 了，所以我就又买了一版新的，这样的话就都可以收集了。这次雪下的好大呀，我的小阳台上面都积满了雪。今天下了雪之后的学校好好看啊，学校还放了灯，我感觉铲雪车过来了。 Take a stand, move your hand someday. In your eyes, no disguise one day. I look out for you. 这是一个新建的临时的棚子，给大一新生学习用的，好酷啊，挂上了这些旗子之后。这是学校的露天的一个体育场，好好看啊，这灯打的那个雪，我的天，太美了。我来加个油。
现在我准备去我朋友家，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吃一个新的炸鸡店，但他那个是炸鸡汉堡，很期待。现在加好油，我就准备吃他家了。很近，其实我油很早就没了，这他家离我家很近嘛，然后每次就开那么一点，开那么一点，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必须加，再不加油就是要停在半路了。那我们待会儿再见啦，大家拜拜。我们现在出去 pick up 我们的 fried chicken。我感觉这就是我没有买炸鸡的地方，好可爱哦。我们拿到了，开心，回家了。听说很好吃，来来来，拆快递啦！首先是一个从台湾寄来的，这个邮戳也太酷了吧！我是在那个 Etsy 上面买的 Muji 的笔，当当，我这边也没有什么 Muji 的实体店，所以我就在 Etsy 上面买，而且这免邮费，超棒的！一根红的，一根绿的，还有几个 T 星。我在 Madewell 买的袜子，这样的，好了，大家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啦，拜拜。